我是刚刚绿色党的 F101七月十五号那个瑞芳站20:19才把这是摄氏四哦，啊没有，我讲错了，摄氏零四啦，我在干嘛？摄氏四，啊摄氏零四二四零，应该发这种的先看南澳，从怀多利，那15072502全都。开启车门，摄影师哦，英哥发车将没烟要拿的1507，1502全的，在瑞芳那里呢。1888+8877是这道样子，这一次啊，今要延安县看北河，1888+8877是这道样子。我想那个嘛，专门做这种的地方，来自来讲嘛，他说今年很忙哎。七月又有蒸汽火车，八月又有蒸汽火车，十月又有蒸汽火车，超级满的，对啊。你好，我给你看那个影片吗？我说管子乱飞。你有看吗？然后说阿杜杜，没有，管子在飞，对，我跟你看过，阿威力哥哥，在后站，阿健呢？好吧，再见。我下面妈咱们多多点我们哪几方面，刚开始就拿，拜拜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